来玩这款游戏《苍兰志》，34幅火爆开启，这画面好旧，好旧的画面呢。哎呦，前脚嘞，刀尊，还有变身后的。变身怎么变成那个样子啊？雨圣。哦。这变身感觉不错。法神，然后这个四角裤妹妹，剑仙。看一下剑仙妹妹，神仙姐姐，哎呦，好啦，那这游戏之前叫什么名字啊？是应该是有推出过吧？开始破解，破解升级什么意思？我刚哦 ，VIP 死了，好快哦！你可以拉近你。好啊，四角裤，大家一起四角裤。这个应该是 NPC 吧？那些玩家跟着我一起走。啊，旧游戏，然后送 VIP 了。哦，有打击感嘞。VIP 邀约，添加客服小姐姐。尊贵玩家哎，哇，成功冠名哎，用这种方式啊，来吸金呢。8月13号不就今天吗？哦，他这开服开得很勤哎，开到那么多了，开到30几服哎。打金特权。手厨是什么啊？但是我会守信的。那我来看一下手厨好了。女娲一族吗？天使投资，这是什么？投资7天。真充卡，开始挑战。我喜欢他这个视角，可以自由自在调整。真的是一股免洗界的清流啊！哦，可以调视角。嘿嘿，四角裤也是得看啦、啊，不看白不看啦、啊，是不是？已经是不看白不看了啊、哦！击败妖王，手厨送武器啊、哦，好烂哦！没有送泳装哦，那就不用出啦。好啦，我原本是说，想说出个泳装给各位看的。没有的话，拉倒。哎、欸，这个坐骑，鹿的坐骑，哎，千万不要让我拿到这个坐骑，很免洗的感觉，好不好？我不想再看到鹿的坐骑了。修仙漫漫长路，唯有意志坚定。搞什么飞机呀、啊？竟然有鹿的坐骑，气煞我也。这些你看乱跑，这些 NPC 玩家都是假玩家啊、哦，临时演员啊、哦，装满。哎呀，大家都是用那个坐骑，挫赛呀，死定了啦！我待会也是那个坐骑啊，哭啊！拿到了，可以烤鹿肉吗？哇！我现在已经进入了免洗的修罗循环。
刷刷刷！游戏之前叫什么名字啊？如果你知道的话，欢迎分享在下方留言区。谢谢各位。麒麟，一键提升。哎，这边启动灵谱了，这是宠物啊。好啦，我还插翅膀啊，免洗已经达到二件套了，宠物跟坐骑都有了。来看一下时装，时装，妹子最爱的时装。哎呦，哎呦，歌仔戏，听歌戏。这款以前推出的时候应该挺受欢迎的吧？看得出来呀，其实做得还算 OK 啊。林普来了，宠物上阵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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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SVIP 3解锁什么技能呢、啊？强力攻击，强力吸血，制胜绝技。要开通4.99美金啊！啊，很便宜耶，150。我大概知道为什么像这种类型游戏它可以重开了，而且还可以开伺服器了。旧游戏嘛，它给你的福利好啊，就是以前你可能花个几千块，在这里可能花个一两百，你就可以拿到当时的福利了，就玩爽的，还可以啊。我是觉得它比明星代言的免洗 NO 好玩嘞，看起来还不错啊，还可以的。但是你不能排斥旧游戏，这样就 OK 了。你把它当新游戏玩的话，哦，变身了啊、哦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喂，好漂亮啊，仙女姐姐，技能释放。什么？心神变身，立即出发！又变回来了，哭啊！我的仙女姐姐不见了。哎，我第一次感觉到变身系统很好看，之前的变身都好丑，那种天神变身啊，这一款变得还不错。哦，一开始我玩的时候感受不是很好啦，只能给个50分啦。玩到现在呢，我现在的游玩感受58分，好不好？58分哦，各位，58分嘞！很快哦，要买要快。打对折，打5折，买一送一。好，要买要快哦。有没有人在上面讲话？今天开心服，有人讲话哎，还有人在讲话哎。SVIP 6哎，我是普通 VIP 而已啊、哦。这是官方的吗？会不会是托啊？不过他这个品质，你说没有玩家是不可能的啦。这品质比之前那个找明星代言的好多了，还算是不错的、哦。啊，整体就是这个样子。喜欢的话下载玩看看吧。大家拜拜。